2014年慈善足球邀請賽，其實就係香港活力都會協會有人正式嘅第一炮嚟㗎。今次活動口號就係觸動人心，大會啦想上可以透過啦慈善足球嘅運動啦，可以彰顯到啦團結友愛嘅精神啊，並且將關愛嘅信息咧帶俾社會上咧每一個階層嘅。好啦，咁我等我就簡單介紹一下今日嘅活動啦。